Привет, ребята! Продолжаем грамматику. Четвертый пункт у нас: 动词背起用法三。在这里，动词表达的意义是是。И третий речевые образы. Давайте сначала посмотрим грамматику. 先来看动词背起的用法。以前呢，我们学了有在有。那么这次学习背起的第三个意义是：只要在俄语当中。 遇到“是”这个词，它的表达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大部分情况后面的名词要用第五格。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的时间，可以说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那我们来这里举一个例子：他曾经是儿童医生。o n e Bill was a child，大家眼睛找一下。 看看里面的第五个出现在哪部分，jez kim v r 那么也就是背起的后面，而这里的背起用了过去时 bill，正好反映了以前是的意义。我们把这句话改成现在时，大家会发现有一个词消失了，bill。那么现在时的是是不出现的。 所以呢，后面的名词或者说名词词组，它都要用第一格形式。On j e t s k i wrać。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最开始学的“爸爸是诗人”是怎么说的？Baba b t 说明我们早都见过背起表达式的意义了，而且 b y i t 当时也没有变化，是因为它是现在时。那么再来看这句话改成将来时。 On budget, jesskin f r a č 我们再次发现了第五格形式 jesskin i r t u i 而 budget 来表达将来意义，它和 on 保持一致。现在我们就可以总结：是，在现在时形式不出现，名词依然用第一格；在过去时和将来时时，它要出现，后面的名词要用第五格。 除了我们知道用法之外，还需要再把基本功做一个梳理。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背记的变化。在过去时，我们复习一下它的重音：bila，bila，bila，贝里。在将来时，我们复习一下它的动词变位：ya budu，de budesh，ani budut。Sichas，ja zadavu вам voprosy. Kiem byl vajš deduška? 大家可以放开了回答。我们这里虽然有一个示范但是大家一定要加上 b i l l 再加上名词。比如说他以前是宇航员现在我用现在时在提问我在问将来您的儿子要当什么样的人 他 will be a pilot. He will be a cook. e be a l o m a t 是不是都要出现第五格啊？好，背起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结，学了那么多意义了。第一个意义是在，第二个意义是有，第三个意义是是。我们专门在“是”的旁边写了一个数字五，旁边打了个斜杠一。 那么这个五指的是过去时和将来时用第五格名词，而后面的一指的是现在时。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理解。我们看右边的例句，大家猜一猜，每一组例句的意义表达的到底是在啊，还是有啊，还是是啊？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就是找一组例句，它是变第五格的，那它就是是了、啊。我们很快发现最下方的紫色例句。 Прачитаем. Он был известным дипломатом. 他曾经是著名的外交家。Он известный дипломат. 他是著名的外交官。Он будет известным дипломатом. 他将是著名的外交官。是不是第五个就很清楚了？再往上推。У меня была лекция. У меня лекция. У меня будет лекция.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是在呀、啊，还是有啊？我们套进去试着翻译一下：我曾经有讲座，我现在有讲座，我将来有讲座。那么中间这一组例句，三个都表示的是有，曾经有，现在有，过去有。那么这里的有，它的变化是跟着有的内容一起变的。再看最上方的例句：啊你威力多吗？啊，你多吗？啊你布多的多吗？ 分别理解为：他们曾经在家，他们现在在家，他们将在家。这表达的是“在”的意思。那么，谁在哪里？后面通常用表达地点的副词“躲吗？或者是前置词加名词词组。那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基本功的训练再次出现，大家可以在下面继续训练。 有在提问的时候或者强调的时候，这个“有”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有课。У меня занятия。如果你要强调有的话，可以说：У меня есть занятия。Теперь у нас будет совсем нов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ечевые образцы. Следующие образцы очень полезные. Первый. Я пишу у п р а n i n н a g a r a n d a s h o м 这里是工具意义 g a r a n d a s h 变成第五格。那么翻译的时候要把它翻出来。我用铅笔写练习。那我给大家出一个难题，大家说铅笔前面如果加一个形容词应该怎么变？比如说我用红色的铅笔写练习，Я пишу у п р а ж н n н a я к a а с н ы м к а р а 再来看。 Я интересуюсь t e n i s о м 我对什么感兴趣？这是动词要求的第五个 и н т е р е с о в а 好，我对网球感兴趣，大家可以替换了。那我对画画感兴趣。Я интересуюсь рисованием，变成了中性的第五格。第 р е т и й чай с сахаром，请给我加糖的茶。 好、啊，我们发现哦，原来食品当中加了什么东西，可以用“斯”加第五格表达。c Чай с a х a р о м 萨哈尔变成了第五格。那么大家再来说一下，请给我加牛奶的咖啡怎么说呢？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офе с молоком. Четвёртый речевой образе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我们前面都没有接触到。 发生什么事儿了？谁发生什么事儿？谁要变成第五个是多苏去了萨谁？萨沙，阿结尾的，由于是日期十七次，和它紧挨着变成了叶萨谁，重音不在叶上。那我们现在来替换，是多苏去了西斯阿奶，妈妈发生什么事儿了？是多苏去了西斯妈妈，是不是可以灵活地运用了？ 那么苏去了西，我们要标注一下，这里是完成体，过去时，表示行为结果还保留到说话时刻。主语是 s t o 所以谓语用了中性形式。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要按这个句型套用即可。表达的是有事在的什么意义呢？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有第五格，那么就是是。好，我们看到了第五格，翻译这个词。 b i l i v u c i 变成了 b i l i Vucic，所以应该翻译成 j 亚 t s 我的父亲曾经是翻译。e t of Cilic v a b r a z i 好，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一讲我们学习了语法当中的第四点：动词背起用法三，是后面在过去时、将来时要加第五个形式名词。 х ты санде речевые образцы чуси ну подождите минуточку скоро я опять буду в аудитории пока